六祖慧能大师无师自通，但是要找人印证，印证的人就是他的老师啊，他找的是五祖仁和尚。啊，五祖仁和尚考试他了，请信什么样子？说出来看看，给我听听。啊，那半夜三更的房间里，没有别人，就是师徒两个人。啊，他只说了，实际上说了20个字：何其自信，本自清净，真心没有染污，染污是妄心，生灭心有染污，真心没有染污，真心不生不灭。啊，第二句不生不灭，第三句本自具足。啊，他本来就具足，具足什么？无量智慧。无量德能，无量相好。啊，他不需要学，他什么都知道。就跟此地讲的，他看到了，他听到了。听到什么？十方三世。他全明白了。就大彻大悟。啊，明心见性。后面说出自性本定，何其自性，本无动摇，真心是不动的，所以一定要不动才能够见性，那就是分修定不可，自性本定啊，自性从来没有动摇过，所以定就是你的真心，有念头是你的妄心，没有念头是真心。那我们今天不起念头的时候，是不是真心？不是真心。为什么？他不明了，他迷惑颠倒。啊，起心动念是错了，不起心不动念，他也错了。那用什么方法修呢？读书的方法妙啊，妙极了。啊，这部书从头到尾。一直念下去，没有念错字，没有念漏掉，没有念颠倒。啊，所以这个里头有定有慧。啊，没有杂念，没有分别，没有杂念，没有执着。这是修定。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，这是修慧。定慧双修啊。啊，一定要告诉他，这经典没有意思，没有意思。你如果想到经典意思是那些妄想。啊，如果你要讲给别人听，十个人来问你，你讲给这十个人听不一样，十个人都开悟了，十个人都明白了。啊，这就是法没有定法，因人、因时、因地、因当时的环境不同，说法不一样。《论语》上有例子，学生向夫子请教，什么叫仁，什么叫孝，孔子答复都不相同，这就是应机说法。啊，对甲说的，甲得利益；对乙说的，乙得利益。啊，故古人得真实利益了。那就是说，这一些文字符号里头含无量意，不是一个意思，一个意思是死的，无量意是活的。那是真实意，真实意是无量意。
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。啊，古人教了几千年，没出事情，没出问题，世世代代都有圣贤出世。你只要留心去观察，你能够体会看到。啊，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、重要，具备这些德行，能够学圣学贤。不具备这个德行，学圣学贤学不到，但是学成君子没问题，肯定得到。啊，大圣大贤学不到，为什么？你没有把妄心放掉。啊，要放下，事出世间法头一个叫人放下，所以放下正确的，放下心自在了，心清净了，没有烦恼。啊，纵然遇到不善的境界，也能够原谅别人，没有怨恨，啊，没有恼怒，没有烦恼，啊，这个好啊！始终保持心地的清净慈悲，人有没有死？没有死，换个身体了。啊，依照你自己起心动念言语造作，没有人主宰，是自己主宰自己。啊，阎罗王判官是依照你自己的意思来办事，啊，他也不能随便做的，不是他做主，也不是阎王做主，你自己行善，三善道受损；你自己造恶，三恶道受损。啊，他们公正廉明。啊，这些鬼神，你没有办法贿赂他，他不接受贿赂，他没有人情。你行善，他佩服你，恭敬。啊，你行恶，他也不会恶言看你，但是你到我道，送你到我道，自作自受，都要知道。啊，章太炎先生在世的时候，做了一个月东岳大帝的判官。东岳大帝是鬼王，权很大，管五六个省。啊，五岳五座大山，啊，大鬼王。啊，判官是什么什么职务呢？相当现在人家秘书长。啊，好像这个最高政府里面的秘书长，啊，地位很高。啊，只有一个月，我们相信那个秘书长大概是有事情不能上班，请章太炎代理。啊，这一个月的经验，章太炎看到了地狱，看到了阴曹地府，看到这些畜生道，啊，三恶道他统统看到。啊，白天偶尔也讲给朋友们听。啊，这些话他女婿朱金柱先生告诉我的。
朱老是他小女儿的丈夫，小女婿，他有三个女儿。朱先生小时候非常聪明，得到章太炎的赏识，主动提出来把女儿嫁给他。这也是朱老从来没想到过的事情。所以这一段公案，佛家叫公案，就是这段故事真实不虚。每天他去上班的一个月，晚上天黑他走了，人在床上像死人一样，推也推不醒。到第二天早晨鸡叫，他就回来了，下班了。他所看的绝对不是假的，但是那个时候年轻，不相信，总觉得是很奇怪。事实是真的，但是想不通啊。以后中年抗战时期学佛了，才恍然大悟，真正皈依三宝，认真学佛。晚年在台湾，我们遇到他晚年，他老人家70岁，我那个时候26岁，25岁跟他在一起，他70岁，祖父辈的，劝我们学佛，劝我们相信佛法，劝我们认真学习经典。我跟台中李老师认识，是朱金洲老居士介绍的。我们李老师跟朱老同年，好朋友，都是虔诚的佛弟子。但是朱老晚年身体不很好，每天离不开中药。李老师劝他，他还是不能接受，所以老师常常感叹，天天抱着药罐子，也不错，也活到90多岁。走的，都是真正有修行的人，给我们做榜样，给我们做见证，这些事情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那么我们就真正知道感恩释迦牟尼佛。感他什么恩？为我们介绍极乐世界，感这个恩，感恩阿弥陀佛建造一个极乐世界来度我们这些人，跟阿弥陀佛有缘，没功夫，没功夫到什么程度呢？甚至临命终时，你连一口气没断。这个时候有人劝你求生净土，真有极乐世界，真有阿弥陀佛，真正相信不怀疑就能往生。你要是能够接受，能够真相信念一生阿弥陀佛都能往生，真正叫大开方便之门呐！所以这个法门非常容易修，人人都有份，可是他很难行，第一难行之法。
啊，也第一方便之门，第一难行，叫难行之法了。难行为什么难行？释迦牟尼佛说得好，是我们在过去生中生生世世无量劫来曾经供养学佛，供养佛陀，供养多少？供养无量诸佛。今天的人生遇到这个法门，你真能相信，那你这一生就得度。那我们想临命终时最后这一念是阿弥陀佛真往生的，有没有人？有，还就在眼前啊！广东潮州黄河道德讲堂谢总的父亲啊，谢总这个四年做讲堂的功德太大了啊，这个对他父亲有加持。他父亲一生不信佛，从来不念佛，也没有求往生这个念头，劝他他不接受，所以谢总着急啊。最后一个关头就是他断气前一个小时，大概一个多小时这样啊，给他爸爸说，西方有极乐世界，你相不相信？他爸爸居然点头，哦，他很开心。极乐世界有阿弥陀佛，相不相信？也点头。那好，我念佛，你跟着我念啊。念了一个多小时断气，断气了。这是第十八愿的表演呢，他做出来给我们看呢，啊，是真不是假啊。那我们的善根福德因缘应该比他的父亲深厚啊，他是最后一念相信，我们现在去相信。可是我们现在虽然相信了，是真信是假信？那现在阿弥陀佛来了时候，我带你去往生，你能不能就跟他走？能跟他走是真信，不能跟他走是假信啊！啊，大概真的人要走了，你着急了啊！你跟阿弥陀佛讲，能不能再等几天？这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人生难得，佛法难闻，这人生最大的利益就是有缘闻佛法。为什么？闻佛法就有超越轮回、超越十法界的机会，不是在人道，纵然在天道也比不上人道。为什么？人苦多乐少，警觉性高，遇到了他真把机会抓住了，他就离开六道轮回了。天上乐多苦少，往往把这桩事情疏忽了。佛在天上讲经，听了听到听到了，要听到天快乐啊，没有想到这个事情重要，所以把机会很容易就是过去失掉，错过了，真可惜啊。啊，我们今天的人生文化吧，
生在这个科学技术发达的这个大时代。那科技带给我们的社会，我们亲眼看到了，亲耳闻到了。如果警觉性高，不被物欲、高明厚利所迷，如果他闻到佛法，他真相信，他真干，这一生可以脱离啊！这一脱离，永远脱离，不但是六道，脱离六道轮回，脱离十法界。这是对人生最宝贵的一桩事情。啊，我们这一生得到了五千大劫才碰到一次，我们这一次居然碰到了。要不能把这个佛法抓住，不能把净宗法门掌握住，只有这一门能出去，其他法门虽多，没有待业的，都要断烦恼证菩提。唯独这一门，不需要断烦恼，可以待业往生，生到极乐世界，等于证得无上菩提。经上讲得清楚，我们要相信啊。我们为什么不相信？我们常常骗人，说话不负责任。大概佛也是骗我们。想错了，错得太离谱了。我们是凡夫，有六道轮回的习气，习气很重。啊，欺骗别人成习惯了，误会佛与菩萨也像我们一样，啊，常常说骗话，这个机会很容易当面错过。啊，我们一定要知道，世间真正圣贤，再降一等君子，都不忍心欺骗别人，何况大圣大贤，何况诸佛菩萨，哪有欺骗人的道理？我们学佛错用了心，用妄心来学佛，学了几十年没成就，那所有大乘经论里头都劝导我们学佛要用真心，菩提心呐，发菩提心。菩提心是什么？古人有注解，注解有种种讲法，我们读了很不容易搞清楚搞明白。啊，早年我在美国加拿大
跟同学们讲解，我用十个字来解释，大家好懂。佛法讲，一切法有体、有相、有用。那菩提心有体、有相、有用。菩提心的体是什么？至诚心。佛是这个说法，儒也是这个说法，中庸就讲这个字诚。啊，诚是什么意思？古人注解里头，不自欺，不欺骗自己，这叫诚。那么不欺骗自己，就不会欺骗别人。这真诚心的牵涉啊，佛法里面讲真诚心，那个境界是我们想象不到的。啊，可以说，我前面讲的是至诚心，啊，真诚到基础，要到极处才行。究竟真诚，真诚到了圆满了，真诚到了顶点的，到了极限的，这是菩提心的体啊，也就是究竟圆满的明心见性，这叫真诚。从正德修到究竟圆满要多长时间？佛经上常说的，菩萨要成佛要修行三个阿僧祇劫。这什么菩萨？法身菩萨，不是普通菩萨，法身菩萨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之后，还要修三大阿僧祇劫，才能成佛。这个三大阿僧祇劫在哪里修？不在人间，不在天上。人间天上都修不成功，在诸佛如来十宝庄严土啊，那么我们的本师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的十宝土在哪里？华严经上所讲的华藏世界就是释迦佛的十宝庄严土啊，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，没求往生极乐世界，决定生华藏世界。啊，华藏跟极乐十宝图没有两样。不容易啊！我们细心观察思维，我们这一生没份呢。为什么？妄想杂念去不掉，分别执着去不掉。佛法修行讲断烦恼，不断烦恼不能成就，心断见思烦恼。我们对整个宇宙、对人生、对万物
看法都错了，想法也错了，如何把这些错误纠正过来，这叫修行。修正错误的观念，修正错误的思想，那这样达到正知正见，才有资格学佛。啊，为什么？那叫发菩提心，那叫修菩萨道。菩萨道是有条件的，这叫发菩提心。你就晓得菩提心多难，但是有一种菩提心很容易，容易，我们不相信，我们也从来没有真正认识它，所以当面错过。啊，那是什么菩提心？净土宗里面讲的发菩提心。这个发菩提心是一向转念，跟这个结合起来，啊，专念念什么？就念这句佛号，阿弥陀佛，或者是南无阿弥陀佛。佛法重实质，不重形式。南无是恭敬的意思，是归命的意思。阿弥陀佛才是佛号，支持名号四个字就够了。南无是客气话，佛法里头不重视这回客气话，重视实质啊，所以有许多人呢，支持名号只念四个字阿弥陀佛，这对的，可以的。啊，祖师大德他们自己念佛念四个字，劝别人念六个字，这里头有什么差别？念六个字就是皈依阿弥陀佛，皈命阿弥陀佛，跟阿弥陀佛结个缘，自己说还不想去，这世界不错，还留念，不是真想去，就念六个字。真正想去，那么客气话不必要了。所以莲池藕叶大师他们都是念四个字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念念相续，不间断的。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为什么叫你念六个字？你没有意思去，你这个世界放不下，给阿弥陀佛结个法缘啊，恭敬阿弥陀佛，礼拜阿弥陀佛，称赞阿弥陀佛，都是属于客气话，不能不知道。菩提心的体真诚，菩提心的作用是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。这菩提心的作用啊，清净是阿罗汉，平等是菩萨，都是正觉，
阿罗汉、菩萨、佛都是正觉，佛叫无上正等正觉。那最后一句慈悲，慈悲是他受用啊！你看，体相用啊，相用都在这十个字里面啊，真诚是体。从真诚才得清净，没有真诚哪来的清净心？为什么？妄心里面很复杂，勾心斗角，贪嗔痴慢疑，刹那生灭，永远不间断，而且念念都是妄念，没有相续。相续是前念跟后念相同。换一句话说，现在科学家告诉我们，我们用科学家的说法，一秒钟2240兆次的生灭，没有两个生灭生相是相同的，都不一样，所以它不是相续啊，确实是刹那生灭。这是假象，不是真相。它存在的时间太短暂了啊，只有2240兆分之1秒，也就是说一秒钟它生灭多少次？2240兆次。所以说不可得。般若经上说得好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，就是说这个事实真相。那不可得的东西你常常放在心上，这叫六道凡夫，这叫造作罪业，念念都在造业。那然后口造业，身造业啊，这些罪业如果是伤害别的众生，就会造成在六道轮回里头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，太可怕了。道德丛书里头说得清楚啊，你要是好好去读，读个一遍两遍，真真实。生恐怖性的，太可怕了啊！真正叫人不敢做坏事，不敢给别人结怨，结怨很容易，那个怨化解好难。啊，如果生生世世迷惑颠倒，这个怨恨会越结越深，永远不能拔除。遇不到佛法真的没救啊！啊，遇到佛法了解事实真相，不再跟人结怨。我们学佛学这么多年，越学越快乐，越学越欢喜，这现象从哪来的？
是不是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在帮助我们？我们自己没有感觉到，是真的，一点都不假。啊，只要我们的心不变，我们的心在扩大，我们的心在增长，我们信心越来越深刻，那么这个世界很多苦难我们都很容易度过，我们心里头没有染污，没有受外境的影响，跟诸佛菩萨的教诲相应，落真落啊，乐从哪里来？弃恶行善就得到了。啊，不是不知道我，佛讲得很清楚啊。守杀生、偷盗、邪淫、妄语、两舌、绮语、恶口、贪、嗔、痴、慢、疑，都是罪业。这些都不正常啊！我们有没有？有，而且时时刻刻表现在外头。啊，真修行怎么修法？修得跟这部经相应，跟阿弥陀佛相应，跟观音世子相应。那么阿弥陀佛观音世子常常在身边，你要问我怎么样才真正能感得，我也像李老师一样告诉你一个字，嗔。李老师当年在世对我们这边学生常常提醒，诚不能把诚丢掉，真诚。那学容里面给我们的注解，古人注解，诚者不自欺也。啊，人最怕的是自己欺骗自己，别人欺骗我不怕，吃亏上当也不怕，就怕自己欺骗自己。自己欺骗自己肯定堕三恶道，而且堕三恶道里面地狱道的机会最大。那真诚心所现的相是清净，是平等，是正觉，觉而不迷啊！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清清楚楚，明明了了，那是什么智慧？般若智慧。心怎么样呢？如如不动，没有受外面境界干扰。这叫真修行，叫真练功啊！啊，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练功。啊，果然练到不起心不动念，恭喜你，你成佛了，你是法身菩萨，你是大乘经上所说的法身大士。啊，对待别人，对外，就是两个字，慈悲。慈悲就是爱。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。啊，大悲是帮助人家离开灾难，
离开苦难，为什么帮助他？他跟我，我跟他一体，六祖坛经说得好，何其自信，能生万法。万法就是整个宇宙，整个宇宙从哪里来的？是我们心念头变现出来的，所以他跟我是一体。啊，一体就是亲兄弟。不只是一家人呢，是一体。谁有这个观念？觉悟之后都是这个观念。诸佛菩萨如是，辟支佛阿罗汉如是，祖师大德如是，真修行的人没有一个不如是。这是佛法讲的伦理，是佛法讲的道德啊，佛法讲的因果。我们修佛就是修这些，观达自在，故立此名观自在。我们现在对离世知不知道？知道。自不自在？不自在。为什么他观自在，我观不自在？我还有妄念，我还有分别，我还有执着，就不自在了。于事于理呢，不相干呐。问题都出在自己的妄念上啊！你有这些妄念，你就不自在了。你观观而不达，没通达。那四根离都没有爱，什么四什么离，一切四一切离，通通无爱啊！这是什么？这是宇宙真相。大乘经上常说的诸法实相是无爱，离四无爱，四四无爱啊，讲四种无爱。离无碍，是无碍；离是无碍，是是无碍。得大自在啊！这是什么人？一切众生本来是佛，这四种无碍，你通通都有。但是现在变成什么？现在你迷失了自信。是有爱，离有爱，离是有爱，是是有爱，变成这个样子了。啊，所以你有苦有难呢。你不知道事实真相，晓得事实真相，就不会了，你就会得自在了。那像弥勒菩萨一样满面笑容现大自在相啊，为什么是假的？你为什么会发生障碍？你把它当真，一切事
你想想看，全都是生灭法，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通通是生灭法。从事上看，前念灭，后念生。这一念能不能掌握得住，掌握不到，你决定得不到。所以《金刚经》最后一首偈说，一切有为法，有为就是有生有灭的，如梦幻泡影。不可得，啊，心法起心动念，念头起心动念，它也会现象。现什么象？做梦就是啊。你有没有做过梦？梦醒过来之后，你有没有去想想，梦中的是真的吗？从哪里来？现在不见了，到哪里去了？这就告诉我们，思是相，理是生念头，思不可得，理也不可得，啊，都是跟着频率在变化。而且这个频率从来没有两个重复的，所以没有相续啊。大乘教里讲相续，上头要加两个字，相似相续，好像是相续，其实不相干，每个画面都不相干。啊，那么是要不要放下？放下。离呢？离也要放下。离放下就无碍了，就观达自在了。你再来观世间、观事、观理，通达明了，没有障碍。修行在哪里？六根对六尘境界，啊，欢欢喜喜。六根在六尘境界上用功啊，用人去观无碍啊，去观自在啊，无碍就自在了，自在就无碍了。观世音菩萨是老师，是教练，是带头，教我们做，千手千眼，眼到手到，这是这完全是示现大慈大悲啊！真的来救苦救难了啊！这不是假的。此大菩萨与大势至菩萨是弥陀作用，赞佛教化，俗称西方三圣啊。所以造像我们都造当中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左手观世音菩萨，右手里面大势至菩萨，这西方三圣啊，代表净宗啊，让修净宗的人看到这个像，就提醒自己信愿持名求生净土。观音菩萨修什么法门成佛的？
啊，他所修的法门是如幻闻熏闻修金刚三昧，从闻思修入三摩地，这就是他正果的无上道啊！啊，梵文自性。所以，观音菩萨耳根最利，啊，教我们耳根这音声不把外面的音声放在心上，要把外面音声放在心上，你就被污染了，你的文性没有了啊，那个性就不叫文，不叫文字性了，就文音声了。啊，它能梵文，梵文是就像禅宗参禅一样，能闻的是谁？把念头转在这里，我听到声音了。啊，我不能说所闻的是什么声音，那心跑外面去了。回过头来，能闻的是谁？能闻的是自性呢，性成无上道。这观世音菩萨用功的方法，这都是禅宗用的楞严，与禅与密是重要的经典。啊，那我们不是这个根性，这个法门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。我们听声音一定是跟着声音走，听到喜欢听的会停留在那把它听完，聆听讲经也如是啊，听清楚听明白了喜欢了啊，他在门外一定要把基经听完之后他再走啊，不懂得梵文。那么净宗的方法理上讲跟禅跟密没有两样，事上不相同啊，净宗是你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，但是都不能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你就被染污了，你就被蒙蔽了，被障碍了啊，心上呢只有一句阿弥陀佛，这重要啊，一切时一切处能够做到晚上睡觉还在念佛，那就功夫成熟了啊，睡眠还在念佛，他念佛不断啊，外面一切看清楚不放在心上，听清楚也不放在心上，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清清楚楚明明了了是智慧啊，如如不动是禅定，就是念佛三昧，这好啊，这能成无上道啊。啊，如果不能这样进攻，
成就就很难了，这一生不保险了。啊，要能懂得我的功夫是六根在六尘境界上如如不同啊，清楚明了，没有起心动念，没有分别执着，高啊，这就是无上道，没有一个不往生啊，至少我们要做到不执着啊，绝不自以为是，绝不自作主张啊，我们今天一般讲不要用主观，要用客观啊，主观是以自己为主，那就是一生的罪孽。为什么？它里头有利害，利我要得到，害我要避免，他有这个念头啊，这个念头不好，这个念头是反复的念头啊，就是六道轮回的念头，很麻烦，不能搞六道轮回，要把六道轮回放下啊，就是六根接触六尘境界，要把执着放下，一切都不执着，没有一样不好，样样都好啊，一个人一生在这世界不给人结怨，结怨的双方的，他冤枉我，我不冤枉他，他害我，我不害他，他回报我，我赞叹他啊，这个冤就结不上，想结也结不上啊，来生投胎他找不到我，如果我对他有怨恨，他对我也有怨恨，冤冤相报就会碰到。生生世世在哪一个时代出现，都能够想到过去，都受到阿赖耶识的影响。这些不是小事，是大事。啊，人要想一生幸福圆满，不能结怨。有怨仇你就不圆满了，你就不自在了啊，怨怎样除掉，从自己内心除掉，他有不管他，是他的事情，我没有就好啊，他有苦有难，我没有苦没有难，这就自在了。我们今天学的这段经文幕后几句妙极了啊，叫我们在极难的时候，遇到极难的时候，念观世音菩萨，一心专念，我们的灾难就能化解。啊，观音菩萨，只要我们念，一心专念，立刻就感应。我们这起心动念，那边就感应道九啊，真的观世音菩萨灵感录里面记载这些事情太多了一点都不假啊，你能相信它真有效果啊，佛不度无缘之人，不相信什么有缘啊，真正相信丝毫怀疑都没有，这有缘，你跟佛有缘，你跟菩萨有缘啊，有感必定有应啊，菩萨大智圆满的智慧，大师是事力
我们今天讲能量，大智大能啊，这里面也包括神通在里头，大神通啊，十方三世，他随着念头就到达了啊，时间跟空间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大乘经教上告诉我们，就在当下，都讲真话，真话我们听不懂，我们在虚幻、不实在这种境界里头待久了。染污成很浓厚的习气，谁是假的我们懂，是真的不懂啊，我们要相信诸佛菩萨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啊，可知一切处就是无时无处而不在，所以真相信佛法，这个人会害人吗？他宁愿牺牲生命，他也不会害人。啊，为什么？他知道有果报啊！你杀那个人，那个人不是很欢喜接受你杀，他敌不过你，被你杀了，怨恨在心，永远不消失。那换一句话说，生生世世在轮回里头，下一次再碰到了，这一世你杀了他，下一世碰到了他就要杀你。为什么？叫冤冤相报，生生世世没完没了。怎么解决？遇到佛法就解决了。为什么呢？真相搞清楚搞明白了，那是假的，那不是真的，所以把这个怨恨化解了啊，这才能解决问题。佛法告诉我们，这《般若经》说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，不可得。无论是善法是恶法，是世法是佛法，通通离不开这个原则。所以法你可以学，别放在心上，放在心上就障碍了，就错了，就变成六道轮回了。不放在心上那是什么境界？大光明藏，净土中称为长吉光净土，一片光明。那在这个光明里头，你一切都圆满，但是你心里头没有一法念住。为什么？不可得。啊，真的不可得，妄的也不可得。啊，真的是心现的，妄的是识变的。啊，阿赖耶变现的，妄的就是六道轮回
十法界啊，真的就是极乐世界一真法界，这真的众妄都不可得。而显现真妄是自在的，什么时候应该现它就现了，不应该现它就没有了，它就不存在了。这什么缘？缘，遇到缘，现的缘它就现，不现的缘它就不现，与缘不同啊，非常活泼，妙不可言呢！这叫诸法实相。